嗨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巴黎到天庭庙，有没有觉得这边超熟悉？我前阵子才来这边挑战，就是北高，从高雄骑回来，终点也是这里。哦，原来你不是在对我讲，你是在对镜头前的人讲，对不对？对大家讲，没错。难怪我心想说，我怎么会对这里觉得很熟悉啊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这里出发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挑战就是双塔前的训练，那我们今天目标是要累积在160公里的骑程。好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目标会设在台中的沙鹿，台中沙鹿左右。OK， 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准备出发，好，没问题。一路上边骑边聊。好 ，OK， 出发 ，Go， 拜拜。我们出发喽！我是北高进化，今天是在瓜吉初次挑战长距离，报告。我们现在往竹围渔港前进，是我们第一站。现在天气其实有点小飘雨，那这一站大约20公里，那温度其实在出发之后慢慢回温，骑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状态。看起来我身上不免很脏的雨战了，往竹围渔港前进 ，Go Go。还可以吗？到这边，目前大概20公里。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永安渔港，还 OK 哈。好，但是风很大很顺，时速都超标我们的目标，所以继续前进。我们起步太慢了。对，那我们后追啊，后追应该来得及。走走。现在已经是从竹围渔港出发，我们下一站要到永安渔港，大概有30公里路程。目前看它的状况。应该还不错，可以继续维持，而且今天顺风超大，因为随便踩大概150瓦都可以到时速35到40，蛮顺的。My God， 我们第一次破胎，竟然是献给瓜吉， yeah， 真的是太丢脸了。我一直没看过哎，我竟然在我们这么认真的计划中破胎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我骑了一直赔嘞？原来是后面爆胎了。Let's go.
暴晒，先破胎之后，我们刚刚被封路，现在终于走出来，回来原本的路线上了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是41公里，继续往永安渔港前进。这边又有点小飘雨了，可恶！但今天天气真的是蛮好骑的，很顺风。转晴了，没有下雨，地板是干的，但这段风超大，有点侧风影响。继续，继续。倒数1公里，我们即将到永安渔港了，第二个休息站。目前距离是48公里左右，50公里永安渔港。我们到永安渔港了，目前已经骑了50公里，然后现在其实进度有点超前，因为我们其实有点迟到出发，但今天太顺风了，所以骑一骑其实就是一直超前。但看一下我的身体，看不到我脚的颜色了，这是什么颜色？好像这头醉也一样。今天真的是泥沙太多了，但我们现在进度超前，所以可以吃一下饭，然后等一下继续出发，下一站应该是南寮渔港，加崩。前往白沙屯，出发 ，Go Go！ 我们现在已经过新竹南寮段，然后接下来进到竹南，等一下要应战的啊，就是上次北高挑战最困难的，就是后龙坡，也是呱吉最害怕的地方，希望待会。后龙坡这段它可以克服，对我来讲有点累啦，连骑已经骑了80公里，目前骑乘时间也3小时了，还有一半的路程，加油 ，Go Go！100K 感觉状况如何？还行，我觉得目前 OK 的，但是前面还有坡要爬，坡才多几公里，好不好？不会啊，距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好。觉得很棒，觉得很棒，很棒。希望我可以活下来。等下就是前面那里吗？就是了。下去上来就是了。下去就是了。好，好，就是跟他拼了，拼了，拼了。走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认真来就好。对，维持这样的节奏就好。对，左右，左右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后龙坡了，见识到后龙坡本人，但是已经快到坡顶了，看起来呱吉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，快到了，
最后一小段，手一样握这边，握上面，对，上半身轻松一点，然后要出力的时候可以拉着这里往下踩，就这边帮忙拉着，就是中间的握把，对，快到了，最后一小段，对，到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因为它掉到里面，还好啊，还好，休息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因为在前几次练习其实有摔到车，导致钩爪有点变形，所以链条才会卡在里面拔不出来的状态。有一种就差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就在那边要达成一件事情，结果居然没有做到，这个感觉让人不爽。不会，你接下来是会达成啊，还是会达成？不会啊，反正接下来就下滑，我们可以到白沙屯休息，一路下滑。我现在已经骑108公里，然后现在已经来到白沙屯。刚刚那个后龙坡真的是瓜吉的最大挑战，他已经克服他心中的恶魔。那我们接下来一路就会顺顺的下滑，然后往沙路的终点前进，最后还剩下44公里。那这样一路骑来啊，其实对于他的骑乘表现，我觉得他是有渐入佳境。因为在一开始其实他骑的比较生疏，所以很绷紧的状态，身肩很紧绷。但是到后面他其实时速有往上提升之外，就是动作也越来越轻松。我觉得以这样持续下去到台中的挑战啊，因为今天目前的进度是有点超前的，我相信在双塔对他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希望就是这样的表现可以继续维持下去。那我们下一站就前往最后一个终点。肩膀稍微再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手肘微弯，肚子稍微出力，对。看这样状况，应该是90分钟有机会哦。现在均速大概33左右，而且这边一路其实都下坡，根本没什么在踩，就一直往前，还蛮舒服的。加油！好，现在130了，最后20公里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到台中了，终于可以准备进入市区。现在看起来是在大甲附近，准备往里面绕。要左转吗？终点，终于结束了，也完成，而且吃饱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骑起来？我想刚如果现在继续叫我再骑 ，OK 吗？我可能不行。没有，可是如果是吃饭前跟我说要继续再盯一阵子，快到钱 ，OK。对对对，继续再盯一阵子，我可能还可以再往下。还可以到彰化，也许。
然后也许彰化，也许再往下一点都可以做得到，就直接到嘉义去。对，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今天总共骑了，OK， 我们今天骑了154公里，然后中间大概休息有2小时，所以我们行驶时间大概是6个小时，所以其实均速还蛮快，因为今天风超大，然后我们今天均速也大概在26、27这边左右这样，对吧？那你对于接下来双塔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认为前三分之二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，现在已经有信心了。OK， 但是你是最后三分之一，要再练一下。对，要再练一下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练的问题，那是精神力的问题。精神就是真的跑骑到后面真的是想睡觉的痛苦，不是那种脚没力。好啦，希望我们到时候双塔挑战可以成功。好，感谢，那我们就到时候见。